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来自韩国首尔，今年28岁，谢谢。金杰，欢迎你。看看对面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个？哎，他一个一个点头啊，还从来没见过。好，李多人不怪吗？哎呦，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嘉宾。啊是。嗯。特别有礼貌。24位女生对金杰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看来有礼貌真是会给人留下好印象。18号，男嘉宾你好，你一上来特别有礼貌，跟每一个女嘉宾点头，但是我真的分不清你什么时候点到我，所以我就一直得跟着你点。那起码在对那个方向的时候，你可以不用点吧？反正就到中间的时候开始点，我现在有点晕。跟鸡啄米一样是吧？1号，我刚开始特别的激动，还以为。我是你的心动女生，因为你第一个给我点头的就是，结果想多了，结果第二个也是一直的在这样，我就想多了，伤心了，怎么办？很伤心了。来，我们看他第一条线索。我从小擅长数学，十几岁时一直在学奥数，得过一些奖，但是慢慢我发觉，比起走科学家之路，我更想成为一个管理者。18岁开始，我很想跳出束缚，去亲身体会一下外面的世界。高中毕业后，背起行囊，只身来到荷兰留学。荷兰的5年，给我带来了2笔财富：游历各国和自食其力。28岁的人生一直在路上，如今来到韩国24个月零7天，就职于一家中国通信相关世界500强企业。我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兼备的人。甚至在人生的天平上，常常偏向情感的一边。我曾2度为爱走天涯，从荷兰到上海，从上海再到韩国。为了在一起，我从不吝啬改变自己。这里是首尔，天气微凉，适合恋爱。혹시타는냄새안나세요？제가슴이타고있어요。最后那句台词，台上听懂的女孩举手，我看一下，有这么5、6个，7、8个听懂了。我听说这是韩剧里边特别著名的有点肉麻的一段台词，是不是？那15号点头，你能把那句台词说一遍给我们听吗？你有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那是因为我的心正在燃烧。那岂不是后面一句就是我不再爱你了，因为我的心已经烧没了，烧毁了。我的心正在燃烧，不会灭的。你看黄老师这句接的多没意思。没意思。反正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爱看韩剧，你们还有没有有印象的特别浪漫、特别打动人的韩剧的台词？刘五朵，你最喜欢的电影台词说2句给我们听听。大家都能听懂，是那个我的野蛮女友上，然后女主角就站在山的这头，朝着山的那头在喊，别奶海浪海哟。6号，哎，我们不限于韩剧啊，中国电影、外国电影都可以，随便哪个国家电影都可以。6号，巴黎恋人里面有一句台词这样的，如果你答应我们马上结婚，如果你不答应我想办法。让你答应，然后我们马上结婚。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好之后，我们再马上结婚。
是那个《巴黎恋人》里面那个经典台词。我也记得，我也看过。十一号。啊，那我先来个文艺风格的吧。好。一对大龄青年男女，他们都30多时候才遇见，然后女孩子那时候已经容颜不再，开始衰老了。他就对男孩子说：“可惜我没有在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面遇见你。”男孩子说：“难道遇见我的时候不是你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吗？”好，来，我们来问一点隔代的黄老师。哎，我刚才使劲想，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那看那个美国的那个《爱情故事》。那个电影也是很经典的，然后男女主人公结婚的时候就像交换一段誓词一样，那段话我当时真的是倒背如流，然后我就全然想不起来了。那还是能起哄，你能想起来什么？我就是说年轻的时候的爱说过的那些誓词是会忘掉的，但是心里面一直还是会对爱这种主题有感触的。有一团火在心底从来不曾熄灭，是这意思吧？我也文艺一点，我也记得一个电影台词，我说出来你们猜猜是什么电影？是个男的说的，他长得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哦，我知道，我先不说是哪儿里头的，你这是你第二遍用，第一遍用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也特别记得这句话，你第二遍再用我就在想。你为什么对这句话特别印象深？我没有他长得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你很多的时候是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是吧？巴黎圣母院里边，那个阴暗角落里边的那个神父看到艾斯梅纳达跳舞的时候，他说：“她长得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你让我说句话行吗？你说。我们刚才都是他们在说。刚才黄老师说有一些话你忘掉了。我想问您，是不是现在会很吝啬跟家人说我爱你，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感情？没有，但是我就是说的越来越熟，就会说我喜欢你。东方人都比较内敛，所以不太会表达自己，但是感情必须要表达出来，说出来啊，说出来，表达出来啊，让对方知道，所以谢谢你对我的提醒，谢谢。爱你在心，口常开。就是提醒，不是提醒。对不起，我又想起一句台词，我能说吗？为了改变在黄老师心中的印象，我老是记得那一句。我还想起一句比较欢乐的，我可以说吗？您请。摸摸可以吗？对，那边在叫了，给我脱鞋。飞机被打掉了，特别高兴。那个飞行员特别帅的，叫 Macintosh 的飞行员，想亲一下那个年轻的修女，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亲一下的修女合适不合适，他就问：摸摸可以吗？我看那电影的时候这么大，然后我们看完了之后，每到学校去，所有的同学都在说，对女同学说：摸摸可以吗？我特别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我一聊到高兴的事吧，就老忘了有人旁边来相亲。来，我们看下一条片子。高中毕业以后，我一直过着四海漂泊的生活，在感情上难免会碰到距离这堵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一段感情，他把我从上海带到了首尔，放弃原先相对稳定的生活，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没有控制好我的心态，渐渐失去了平常心。为了挽救感情，我尝试去认错，尝试去多体贴对方，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我需要做的不是去认错，而是去改错，不是去体贴，而是去体谅对方。感情之所以会变淡，我觉得是因为人的惰性，时间久了，感情不会变淡，变的是人会变懒惰，懒得说话，懒得倾听。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愿意用心去跟我一起经营一段感情的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比较会制造浪漫的人，平时想起一些浪漫的点子，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给我的另一半一个小小的惊喜。我大概记下了27、28条点子，现在用了3条，都还蛮成功的，还剩下24条左右崭新的点子。比如说我结婚以后会每天跟你说一次我爱你，每10天带你去约一次会，每100天带你去旅行，每1000天再跟你求一次婚，求你跟我走下一个1000天。那个
本上记了多少条？20几条。用了3条，是用在一个人身上呢，还是用在3个人身上？2个人身上。那还有20来条，你打算把那20多条一块用在一个人身上呢，还是慢慢用？不止20几条，要以后的所有东西都想用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身上是吧？那些办法用过之后的疗效好吗？效果好。算不上疗效，但是可以增进2个人的感情。多少有点效果。肯定有效果。3号。我想在这说一个话外题。题外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那个眉骨有打针吗？没有，因为我看你的眉骨挺高的。然后还有我想就是说的是，其实每个人都很向往浪漫，但是浪漫在我认为来说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真实。在我这个岁数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浪漫这东西我们生活中应该有，它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幸福、更甜蜜、更多姿多彩，但我认为它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点点小小的调味品，或者说生活的一点奢侈品。没有面包，没有米饭，你可能会饿死，那是必需品。你说有没有炸酱面？这个没有炸酱面，你不一定会。有些人懂浪漫，生活的可能品质高一些；有些人不懂浪漫，他们也活着，对吧？哎，我特别想问3号，你问他那个眉骨是不是打了什么东西？人的五官最标准的是有3个高点，一个高点是眉骨额头，一个高点是鼻子，还有一个高点就是嘴巴。我爸爸的眉骨比我还高。是吗？他3号就是职业的习惯，一看到人，对，就看整过没有。我想起来了，刚才这边那个这位，他想做2个什么？酒窝，你看一下。其实我认为酒窝呢是比较适合，就是很甜美可爱型的女孩。我看你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是很可爱很甜美的，我觉得你应该适合，但是我不建议是2个，我建议是1个，因为它是在那个口腔内就是吸一点纸而已。你回答满意吗？做一个。有人想告诉那边那姑娘怎么做辣白菜吗？耽误你一点时间啊，没事。谁会做辣白菜？我也会做。哎，你说辣白菜，告诉跟他说辣白菜怎么弄。这个穿白衣服，哎，就举手那姑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辣椒粉放一点糖，还有一些那个辣椒酱，然后做成最基础的调料，拌了就可以了，很简单。好，2条片子播完了，现在还有22盏能量的。你接下来是要让我们继续放片子呢，你还是有另外的要展示的内容？我在台上24位嘉宾的位置上藏了一个礼物。24位女生那儿都当中一位。当中一位。很可惜已经灭灯了，在桌子下面。灭灯的女孩们看一看，就2个。文小燕。藏得太严实了，藏得太严实了，没看到，都被快电死了。你说嘛，你告诉他在哪儿？名字的后面。告诉我们是什么？一个胸针。一个胸针。我可以请你上台前来一下吗？来，16号。这是80朵玫瑰，虽然你没灯，我希望你接受。你可以把它端回去，在那儿说话，你有话继续说。刚开始导演问我你的心动女生是谁，我想了想文小燕。导演很吃惊，文小燕，她的性格很辣，你受得了吗？但我觉得她是比较真实的人，
也有人说他不好驾驭，但我觉得他心里面肯定住着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只是还没有碰到可以驾驭他的男人。其实后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我会一直一直创造出更多的惊喜给你，大家觉得呢？你看看，我们从来没有为动用这么多群众演员。看来韩国专场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个男嘉宾的浪漫真的不是虚言啊。弄得再过一会儿，黄老师都老泪纵横了。太感动了。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没关系。做一个朋友，从朋友开始。我也站了蛮久了，看他唐静走的时候，我哭得一塌糊涂，还有楚伟杰，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走。看到我这样一句话，在你没有遇见找到疼你的人之前，你必须像男人一样活着。所以我曾经说过，如果别人能看穿我，那我这个人肯定是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我最好的发小也嫁到了韩国首尔，当时我就想，我有一天我去韩国找你玩，然后你跟你老公带我去济州岛，然后他说说不定你也会嫁到韩国。我只想说的是，你别介意啊，我会道别一下。没关系，慢慢来。感谢所有的化妆师，你们老说我跟歌一可像，我们俩真的不像。还有蒋姐、郑哥、王导，我走了。还有孟爷爷，你不要太思念我。各家老师不在，我希望他以后也能过得幸福。还有台上二十四位姐妹，二十三位，哎呀，我就错一下了。张姐昨天告诉我一句话，一个女人要在你孤单的时候上场，但是你幸福来的时候该走就走，不要犹豫。我爱你们。还有我最爱最爱的黄老师。自己的那种判断和选择特别有主见，所以这样的女孩一定会幸福。首尔，我来了。等一下，一山老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的是金粉世家，能给我放暗香那首歌让我走吗？因为我的经验期终于出现了。
站在那等我说最后一句话，告诉你们两个人的，你们可能忘了一件事情，16号的灯已经灭了，按照规则，他不可以和男嘉宾牵手。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是，很多人都听我说过，栏目组给了主持人一点小小的特权，我每年可以为一对我们认为合适的人一次破例的机会。2012年的这个机会给你们了，再见，祝福你们。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精神保健饮品娃哈哈奇力提供的爱心海之旅，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京东商城提供的护肤大礼包，携手共度美丽人生。哭点很低，但是我老被别人的事情感动。我为什么跟你走？就是你刚过来牵我的手的时候，你的手在不停地抖，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真诚，就这一点感染到了我。我这个人是非常注重细节的，所以我觉得一直在电视里关注，现在看到你真的我刚才送你的这个胸花，是因为台上那么多鲜花，所以我们才能可以吊起来。我希望送你这朵不凋谢的花，可以去看看。好看吗？你不说都没想起来，难道你真的会用你手中的职权来阻碍这样一对人牵手走吗？但是你认为如果紧跟着再发生一次有一个灭灯的女生男嘉宾上去带她走我都同意的话，这个节目她还怎么往下去？还有规则这件事情吗？姚院真的知道王母娘娘是什么样的了。但是虽然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说出那样一句话多么的煞风景，但是我想这就是我工作难做的地方，又要成人之美，还要严格的执行这个舞台的规定，所以也不容易。我希望每一个女生都能够像16号那样幸福的离开，但是我同时也希望你们每个人好好把握机会。我2012年的那一次用完了，2013年用在谁身上真的不知道。再次祝福他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